以近一点，可以火爆一点，可以靠近一点。旋转木马。虽说艾丽全胜未达先金，兔子又调皮，馆长笑回皮在羊。我最喜欢用实力教训皮。艾丽遇到我是一个败笔，遇到我让你沉入海底。送给旋场一个旋转木马，旋转木马，旋转木马。网红森生 and 小哥哥艾黎先前在走中奖种下心结，参战全胜之后，6月13号双方在记者会上再度碰头。可以近一点，可以火爆一点，可以靠近一点。旋转木马。小哥哥艾丽近期爆料，孙生在妈妈坐牢期间没探视过，最基本的孝顺都不会。孙生，你从头到尾到底在哭什么？你怎么会追我家的？你疯了吗？你是疯了吗？孙生因此罕见泪崩，坦言要不是费用到位，不然根本不想接这个活动。有点太超过了。我不会觉得太超过啊，因为我就是会这么做、啊。就是如果你们有看我的限动，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。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攻击他的家人，我只是针对这件事情，我的看法是这样。没有，你说我不孝顺啊？对啊，还是给你孝顺好了，我妈给你好了。可以啊，啊，我不爽他就是不爽他，我也没有在作秀，在这中间我也没有跟他联络，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就是有点尴尬，因为我们是真的有病。这次花多久的时间做训练？哇，几乎是每一天呢 ，every day, every night， 8点到10点或者8点到11点。不是啊，晚上啦，晚上啦。有哎，你看这手，就是好不了。这个地方有个肿起来，就是要怎么献给你看？你看出来了。你怎么可以把我们的台湾英雄陈志翰先生馆长晾在旁边20-30分钟呢？对不起，亚洲馆长，对不起。我看他就是孙子跟爷爷在撒娇，他现在可能皮有点痒。那个影片都在网络上面，好不好？那影片都在，我们一起来综合格斗一下，然后我们练习就好。我会保护他的安全，爷只会疼孙子。人家说打是情，骂是爱，我好好爱一下。馆长，陈志翰爷爷，对不起。至于馆长砸了千万开设的便当店，还没正式营运就被催收入便当220元，故意丧丧，而且顾客等了4小时才拿到便当。馆长说啊，现在一天赔10000，30平店租30万，未来正式开店加上人事费，每月最少烧掉60万。我现在店都还没开了，你开都还没开，老实说我要关你，你还没开你就还没开你就关啦、啊，莫名其妙我就还没开，你是你，你知道你现在要请服务业，他整个薪水你真的要管。不然大家不来上班，给点时间啦，我们慢慢弄这样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。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10周年十全十美，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